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Net2Go。今天呢，还在过年的期间，我们要去哪里？阿本农场看樱花。阿本农场看樱花，那么就跟着我们一起可以去看看吧。Go Go！ 阿本农场这里上面有一个停车场，我们现在从上面走下来，还有一个专属的停车场，然后把车停好后，再往下方走到接驳车的地方。大概是100公尺。对，大概100公尺而已。我们现在先往接驳车的方向走。然后这里是接驳车买票的地方。有姜母茶，还有那个梅子茶，还有乌龙茶哈。那、如果你要上洗手间，这个树哈，树跟那台车中间有一个走道，那边走下去，男女厕所都有哈。啊，这个延溪这边哈，现在我们最晚是到5点，所以你们到5点都可以到处逛。啊，一样回来这边搭接驳车。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比较晚了，现在已经差不多4点。然后阿本农场营业直到5点，所以要来就还是要尽早来。这个时间来好像人比较少一点，因为大家都准备要回去。我们应该是最后一批客人。没有，山下还有人要上来。哦，是啊。嗯，没错，很漂亮哦。前面那一区开的比较茂密一点。然后这里山下也开了一区一点点。但是我们刚刚搭那个接驳车啊，因为那个路。知小知陡啊，一边搭车真的是一边冒冷汗。我们刚刚是搭接驳车上来的，那他也规定你一定要搭接驳车。其实这个路况知小知陡啊，你不搭接驳车你也很难上得来。那看起来他应该是种植了各种不同的花种，所以他可以持续这么长的花期。在还没办法出国看樱花的时候啊，可以先来这边看看樱花，过过瘾。在靠近入口处这边开的比较茂盛的呢是斐寒樱，是台湾的特有种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除了有粉红色的斐寒樱之外呢，还有绿色跟黄色的植物相映衬，所以这个角度真的很漂亮。虽然现在比较晚了，游客稍微少一点，不过还是蛮多人这边拍照，是一个非常适合来拍照走村的地方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哦。现在走这个樱花隧道，樱花隧道的正上方，正上方。对，能看见、现在因为傍晚的关系呀、所以感觉视线不是那么的明亮。如果大家是白天来的话呢，一定可以更漂亮哦。我们现在
再走去看三樱花。对，是这个农场里面的第三个品种。好的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左边这一边的呢，就是斐寒樱，台湾的特有种。右边的话呢，就是三樱花。它颜色其实有差别，是斐寒樱颜色比三樱花会淡，稍微淡一点。花瓣是长得也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三樱花它颜色会比较深，比较桃红色一点。一月底的话呢，这个农场有绽放的呢，大概是斐寒樱、三樱花还有合金樱。哦，合金樱粉色系的，其实我很爱合金樱的，它漂粉色系很漂亮。对啊，日本的是不是也是合金樱啊？有啊，静冈那里。哦。阿本农场呢，因为它的地势非常的高，所以它的视野非常的辽阔，还可以看到山谷下的人家哦。这个有在开吗？没有吧。阿本农场的樱花啊，真的开得好美好美，我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有多美了。那么就请大家找时间过来看看吧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阿本农场的赏樱之旅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吗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还有哪边有更漂亮的赏樱圣地哦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上新片哦。那么就拜拜啦。